其实很简单，上线只要花一瓶水的钱，把五零一吨脏污机拿下来，然后六分钱拿下手冲大礼包，再去商城看看，所有礼包桶桶都是0.1折，这不妥妥的零元购吗？你只需要买买买，再用送的元宝抽抽抽。神装、武学等海量的资源就统统到手，我们来把极品装备都给脏污机安排上，战力蹭蹭直冲上百亿。上个厕所的功夫已经突破炼金后期，三阶称霸武林大会。